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陆神王》。在 MSI 夺冠之后 ，RNG 战队也是经过了一段休息，终于迎来了 LPL 夏季赛的第一场对决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刚刚封神的 Gala 也是遇到了 RNG 战队的前 AD 走 A 怪。那么两个悠哉的接班人正面碰撞，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开局 RNG 战队占据一些优势，但是在18分40秒的时候，走 A 怪的卡莎也是瞬间暴走，直接豪取了一波四杀，帮助 OMG 战队稳住了局势。拉扯奎普在那粘金克斯 ，A 蹦 A 起来了 ，A 蹦飞进去，嘎啦，是换掉了三个人，哎呀，差一个，我天哪 ！A 蹦是收获了四杀。而在比赛时间来到33分钟的时候，走 A 怪的卡莎又是成功的打出了一波爆炸伤害，这一波战斗也是帮助 OMG 战队直接锁定胜势。随后一波结束比赛，获得最终的胜利。我记得是自己也有成功，已经发了一个 Q。这一波小虎能完成反杀吗？感觉还是打不太过小虎。A 波最后完成了这个 Ace。在全场结束后，走 A 怪也是取得了13杀0死的数据，可以说是痛虐 RNG 打哭 Gala， 证明了自己。